那种大学 T， 然后它就是三个色，我穿的是黄色，然后它有粉色跟这个那种浅卡其、浅咖啡、浅卡其色，然后口跟下摆还有这个袖口这边，它都有配这种白色，三个颜色都一样，然后都是这种螺纹边的那种，这样，然后是只有一点点微微的弹性，然后它的厚度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中间，然后里面是刷毛的，这款里面是刷毛的，想穿太多的话，穿一件的话，我觉得这一件是 OK， 然后在胸前这边有一个胶印的英文字母，简单的在胸前这边，然后三个颜色它的配色就是不太一样。你们可以自己跳一下，然后它侧边这边，它不是做开叉式的，它是做有那种高低叉，就是前面比较短，后面比较长，这样，然后把它拉好，就这样。前面是没盖到鼠膝，然后后面是有盖到屁股的一半，然后它的袖子也是那种比较可爱一点的那种蓬蓬的袖子，